那我们要热身欸。你看人家家里还得要。天哪、啊！好，可以了啦，四哥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换个动作了。筋骨也是很软，我筋能 Q 了。能不能保持理性？能不能保持冷静？我的权利。如果你没有办法保持理性，保持冷静，麻烦你离开。我是义，我可以，我可以。警方再次的劝导你。我有我的意见，我有我的要求，不行吗？我有我的意见，不是不行吗？我不能有我的意见吗？我不能有我的意见吗？我不能有我的意见吗？穿起来衣服，穿起来衣服，你们警察刚才说一管。意见区在这里，请不要随意的裸露上体。依照社会秩序违法，不要随意的裸露上体。我有裸体吗？啊，把衣服穿起来。把衣服穿起来，把衣服穿起来。我不能热吗？我热不行吗？带走，带走，带怎么走啊？我放这种脱靴的行为，把他带走，管束带走，管束带走。什么这种脱靴的行为，什么脱什么行为啊？脱什么行为？脱什么行为啊？乱七八糟，干什么西的？好，这样子，这样子。在干什么戏啊？叫蔡英文出来！叫蔡英文出来！叫蔡英文出来啊！由警方管束。管什么束呢？你们说的是谁啊？这样子说出来面对了。车辆可以犯车的部分才开起来。出来面对了。第二个到对面去，第二个到对面去，再另外一个到对面去。干什么去啊？好，警方现在管束你，你的亲戚已经依法管束。好，依法管束。情绪不要这么高涨。来，你的包包拿着。不要这样子。犯什么法？犯什么法？依照警察职权，对，依照警察职权行使法。干什么去啊？我们要管束你，警方要管束你。脱我口罩。口罩戴。你的戴鞋的行为已经脱我口罩。你的脱去行为。脱我口罩。脱我口罩。好，带走就好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干什么东西啊？等一下。干什么东西啊？走，走下去，速带给他速决。